信哥会来吗？一定要，一定要！你每一次结婚，我都要来。你有看昨天小米的新机发表会吗？那只新手机太狂了吧？不只是，哎，请说。狂。恭喜贺龙得一分。哪个字？狂。狂。对，哪个狂？疯狂的狂。疯狂的狂是直语吗？是，就是台湾人不用狂字，台湾人用在于渗透。就是台湾人不用活着吗？这个财产捐出来之前呢，因为今天你来上我节目非常感动，哎，是希望你的财产可以用在我这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很在意就是喜帖，所以我最后要送你的礼物就是我的喜帖。啊，那个，因为我还不确定跟谁结婚，所以我先放那个献媚，你扮女装啊，哎，之后宪哥会来吗？一定要，一定要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来，好吧？你每一次结婚，我都要来。三观众，掌声感谢吴宗宪。谁结婚？所以我先放那个献媚，你扮女装啊，哎，之后交给你吧，接棒了，接棒。然后没想到你也出事了，嗯。然后我看刚刚那个 Abby 在后面的时候，我看见她长得越来越像一个